let you down. Some things are made from better stuff. This gift is waiting to be found. Your heart's in wide receiving. Been too long buried in the sand. Some things require believing. This gift will fall right in your hand. Just try to understand. If you love me, no, and you don't give up, if you're strong.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镜头食堂。那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个短片呢，是完全由我一个人完成拍摄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自己想拍点什么，但又希望自己可以入镜，成为你想表达的某一个主题中的一个元素。但很多时候身边可能会缺少一个帮你拍摄的朋友，或者你的朋友完全不懂拍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掌握一点自拍的技巧，就会让你的视频中的元素更加丰富一些。这对于平时喜欢拍 vlog 的朋友，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那在第一视角拍摄的时候，穿插一些第三视角的画面，让自己入镜，可以更好的提升视频的故事感和代入感。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实际体验下来觉得比较好的方法。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想清楚你想要表达一个什么主题或者故事。其实单兵作战更加需要在拍摄前期对于你想拍的内容做一个大致的规划，也就是说提前想好拍摄脚本，有能力的最好能画出一个简单的分镜。那这样在你拍摄的时候就会想清楚每一条要拍什么，不至于手忙脚乱。那前期准备越充足，后期拍摄也就越从容。那这对于后期的剪辑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在你拍的时候已经构思过了你的故事结构，这会比瞎拍一大堆然后没有头绪的剪辑更加有效率。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使用三脚架。那这个很好理解，在只有你一个人的情况下，三脚架可以充当你的摄影师，虽然是固定机位，但你可以通过灵活变换拍摄角度，让你的画面看起来并不像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当然也可以在后期剪辑时通过添加关键帧的方法来实现类似于平移或者推动的效果。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当你确定了拍 当你确定了拍摄主题和内容后，你想用什么样的画面来表现出来。当你选定一个构图时，先问自己这一帧是否是一个好的照片。那构图时最好要有一个空间感，也就是说最好要有前景、中景以及被摄主体。那这样的感觉就像是观众在远处看着你一样，可以让画面更加有代入感。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对焦。
对焦在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应该算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点，因为你无法实时监看取景器，所以就无法保证画面一直都集中在焦点上。那么我通常都会使用手动对焦，那这就需要你在拍摄之前找好参照物。比如说我要拍摄我自己坐在这里对着镜头讲话的画面，我会在拍摄前找到一个与我现在坐的位置相平行的静止的物体来作为参照物来确定焦点。那如果要拍摄离镜头很近的画面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会把焦点对在自己的手上，那么只要确保被拍摄的东西跟我的手在同一个平面即可。那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不使用自动对焦，那首先自动对焦无法完成被摄主体从焦外到焦内的一个变换过程，也就是说自动对焦没有办法做到我想要失焦的地方保持失焦，那这样从某种角度来说会失去一些所谓的电影感吧。那第五点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去尝试一些奇怪的拍摄角度，多去尝试一些不那么常见的拍摄角度。比如说我在拍摄制作手冲咖啡那个画面的时候，我把 Osmo Action 放在了咖啡壶里，那这样就可以拍到一个咖啡通过滤纸滴入咖啡壶的画面。那我们的眼睛通常一般视角都是平视或者俯视被拍摄物体，那通过利用运动相机的特殊视角可以让画面变得更加有意思。还有一个是我从柜子里取磨豆机和咖啡杯的画面，其实这个也是用到了 Osmo Action 和一台爱图仕的迷你补光灯。那视角先是停留在一个密闭空间内，通过灯光的辅助让观看者知道这个空间内都有什么元素，然后这个时候柜门被打开，一张油腻的大脸突然出现，这个时候无疑对观众造成了很强的视觉冲击以及内心的恐惧感。那这个画面也可以很好的和上一个画面无缝衔接，让画面整体的流畅性有所加强。那这些都是获得一些有趣画面的方法，所以说用好你身边的设备也很重要，让他们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好了，那么差不多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五点，可能还有被忽略掉的地方，那希望大家写在弹幕或者评论里，你们写的东西我都会认真的去看。那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去拍以及多去尝试，有了想法就想尽办法去实现它，那这个过程也是最有趣而且对自己的提升也很大。 OK， 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你们能有一点点的帮助。那制作视频不易，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还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并三连，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说下次一定也不是不可以。好了，那么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